金秋送爽，丹桂飘香。2024年10月3日，著名画家杜鹃老师主办的签名售画册活动在纽约法拉盛北方大道水影画院举办。活动现场异常火爆，人头攒动，作者签名现场都排起了长队。杜鹃，上海人，自幼聪明好学，酷爱文学、舞蹈、绘画，现为中国上海民主建国委员会会员，静安区民建书画院画师，扬州画派书画院副院长。天赋、韧性、悟性加上广收博取，丰富了他的艺术学养，拓展了胸中之丘壑。山水画作品参加全国书画大展，曾多次获奖。浑莽流动的整体气势美是杜鹃山水画的最大特点，清新灵动的水墨韵律美是杜鹃山水画的又一重大特色。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员顾问古文翻译家郑威代表出席的嘉宾致开幕词，他表示，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是我的画友杜鹃老师的喜庆的日子，我十分荣幸地接受杜鹃老师的邀请前来参加他的图册签名售书仪式，我的心情与许多参加者一样，为杜鹃老师的图册问世而感到高兴。对于杜鹃老师来说，这可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件盛事，把自己平生创作积累的书画展现给世人作为欣赏与检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以致今后继续提高画艺有其意义的深远。为此仅向杜鹃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与杜鹃老师认识亦有近5年吧，想当初我为上海同乡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现场讲演时，介绍到一位金陵画家龚贤的画作时，他突然间打断我的话，把手机内所画的临仿龚贤风格的画作让我看后做指教。我一看立即觉得他绘画基础很好，能借仿这位画家的笔法也不多的。记得与在旁的山水画家郝峰兄说，你们都是画山水的，今天介绍你们认识，今后可以一起交流学习。从之后我们的交往就频繁起来。杜鹃老师在平时为人直率仗义，性格如男子，大大咧咧的，特别对社区活动都给予大力无私的支持，还有每逢社区重要活动时，他总是率先捐资捐画。记得几年前上海同乡会举办周年庆典，他慷慨解囊捐钱捐画。初入社区的我为他这种举措感到十分惊叹，可以说她是一位非常大气的女汉子。她对社区建设贡献的这种精神应引起许多企业家所深思。我刚才先入为主地观赏了这本画册，里面确实有不少佳作，风格多样，是杜鹃老师长期从事绘画艺术创作的结晶，值得您们购买欣赏收藏。待若干年后再重新翻开此册，回忆起此时的情节时，就蕴含着收藏的意义。杜鹃老师对绘画艺术非常执着，自幼集涉广泛，长年累月在古代绘画的艺术天地里辛苦耕耘，他对绘画很有天赋与悟性，稍见一画便逐步转换成自己的笔墨，在他的画中流露出一种诗意韵味，而且他运笔爽朗明快，设色绚丽而不媚，很有气势，没有一眼望去是女人画，丝毫不含闺阁气，在这点上是古今女性画家所仅见的。他除了人物画不善之余，其他各类画都兼善，工笔花鸟画这是他的保留作品，很少面世。他用的线条柔劲参差，吸取宋人的线描重彩法，三瓣九染，形神十足。他画的各种禽鸟生动自然，栩栩如生，在吸收宋人的画法上再现自己的心意。他的书法也独到，所书的行草书激情奔放，转换自如，这在纽约地区的女画家中所罕见的。近年来他参加了上海名画社，与同道者一起外出写生，相互学习提高，曾在许多重要画展中出品，赢得行家们的赞赏，也取得了一定的声誉，但他不声张宣传自己，保持低调行事。我最后期望杜鹃老师在今后的书画艺术发展加倍努力，更上一层楼，以更高的艺术成果来展现于世。近年来杜鹃老师的家庭生活给他带来更加繁重，一是要培养教育二位双胞胎外孙女，非常劳累，纽约与国内成了他经常的奔波的两地，暂时没有时间再兼顾会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在空余时间偶尔涉及宴甜慰乐。最后我们大家希望杜鹃老师注意身体健康，孙辈茁壮成长，祝这次签名售书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致辞完毕，现场响起了阵阵掌声。中国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一级美术师、扬州市青年雕塑家协会主席、扬州市第6届和第7届政协委员、
扬州市江都区政协常委吴高龙在为杜鹃书画集序言中写道：杜鹃作为当代杰出的书画家，现任上海民建书画院画师、上海唐博印社画师，并担任扬州画派书画院副院长。他的书画技艺深厚，造诣非凡。十余年前，杜鹃已凭借《杜鹃书画集》及《中国邮政明信片》在艺术界崭露头角。2013年，上海《新民晚报》以世家才女之誉，全面报道了他在山水画创作、低调捐赠及艺术潮流引领方面的卓越贡献。他的作品精准生动，色彩富丽，墨色华滋，继承传统之精髓，又展独特之创新。杜鹃的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界广受赞誉，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及省市级展览中获奖，并深受藏家喜爱。他的山水画作被上海市松江区佛教圣地知野禅寺收藏，更在今年五月被泰国皇家收藏，并被赠予泰国公主，这标志着他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如今杜鹃又积累了一批书画佳作，第二次出版个人书画集。他的山水画大气磅礴，直率大方，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性格。他的言辞与形式同样果敢，这在女性画家中尤为难得。我坚信他在上海女画家群体中必将独树一帜，成为翘楚。杜鹃的书画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他的山水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既传承了原型的神韵，又融入了艺术的提炼与升华。花鸟画亦同样精妙绝伦，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均展现了诗意的美感。书法作品看似随意挥洒，实则匠心独运，每一笔都经过反复推敲，达到了乱中有序、疾风骤雨的艺术境界。杜鹃在书画艺术领域不断探索与创新，她尝试新的技法与形式，使作品充满生命力与影响力。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提升，她的书画艺术必将赢得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除了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杜鹃还热衷于公益事业，长期关爱学子与老人。她已捐出30余幅书画作品及数十万人民币用于慈善事业，致力于改善山区贫困学生的学习环境。她深信精神的力量能够传承，她的女儿在她的影响下不仅学业优秀，更加入公益志愿者行列，共同致力于教育事业。杜鹃的善举展现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尚的人文精神。在此，我为杜鹃的新书画集撰写序言，以表达我对她艺术才华的钦佩与祝福。愿她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继续探索与创新，为中国书画艺术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妈妈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今天呢，我要特别介绍嘉宾我们的受区，我们社区慈善家 Garden Town， 他12点钟就到了，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出去，他等会才会来。然后呢，请他的公司的经理 Cindy 过来，来亮个相，亮个相，照一下，代表 Garden 照一下，对，然后呢，欢迎我们大都会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顾问郑威老师，他的全职女儿博大精深，他用心血研究了十几年的文史翻译著作，即将出版。那个郑威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欢迎我们郑威老师，来，郑威老师来。谢谢范总，谢谢我的好姐妹，欢迎你。欢迎黄浦区化院院长刘碧华老师，站起来，刘老师。欢迎侨生团团委总裁陈建荣先生。他刚刚都出去一下，然后欢迎上海同乡会会长沈军女士，欢迎黄河区杰克逊高地图书馆馆长戴馆长，欢迎著名山水画家郝峰先生，郝老师啊。贾克先生来了吗？哦，他可能还没到，没事。欢迎企业家王树民先生在哪里？哇，他又，他们都刚刚都冷。那还有就是，黄河区田园家园的老年中心董事长，他要2点钟到，他要带几十个人过来。我跟他说几十个人我们这里挤不下，然后他说那我2点以后过来吧。然后欢迎那个绍兴同乡会会长陈元清先生。我再要介绍一下那个台那个李老师李先生，刚刚是我们的那个李先生，百大清华的，也是一个资深老师，他刚刚对我的话做了很深刻的评价，我真的从来还没听到这么深刻的评价，除了那个郑威老师，他是一个内行，认识你很开心，是阿芬，对，李老师，然后第一宝剑威廉波代表，这边是美英，好，谢谢，我就不一一做，还有那个长乐学生会会长郑先生，郑先生站起来，长乐会，他就说，谢谢，还有我的姐妹，旗袍队的姐妹 Amanda， 哇，你来了迟到了啊 ，Amanda 是我的姐妹，现在她是旗袍会会长。然后大家也支持一下，然后那个亲近的朋友们呢，来了好多人，我没办法一一照顾，他在外州，他叫了好多朋友来
我的姐妹们啊，我的那个水墨原来的水墨舞蹈团的姐妹们都来支持我，我还没时间啊，他们都在默默的支持我，要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谢谢，谢谢飞飞，谢谢笑笑，谢谢小珍，谢谢秀英 ，Lancy， 然后谢谢小燕子，小燕子人呢？哇 ，Amanda 过来站一下。我们 Amanda 多靓丽啊！来讲两句话。恭喜顾老师，他是很有人脉的，因为我去上海，我见识过他在上海的地位，真是很崇高的。这种老艺术家真是，我们是一定要尊敬跟尊重他的。在上海，我真的见识了他的威风凛凛啊！所有的男士，所有的货街，所有的艺术家都围着他转，他是唯一的女中豪杰，所以我很支持顾老师这个好姐妹。谢谢谢谢谢谢主播们，好，谢谢谢谢我们，我们的阿曼达为人真的很好。他是真的很善良，我跟他去上海，然后其他人都没带我，把他带到我的书画院，哇，他吓了一跳，因为我的书画院，我的家就在那个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百乐门那个对面的那个雷鸣上，很有名的，其他人都没去过，就是王大都去过一次，王大都去过，那除了阿曼达都去过，然后我们阿曼达说，顾老师你怎么这么威风啊？对，我在上海还可以，在宝大星我就向大家学习，因为我是新的移民，就是和大家学习，大家共同努力，也要为我们我们传统文化，然后为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要为国争光，为我们中国人争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我想叫这位老师代表这个嘉宾讲两句话。这位老师，他是资深的，他好厉害嘛。这位老师，杜鹃老师才厉害，我是一般。他没有去过华，他去不上。杜鹃老师，各位在座的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是我的画友杜鹃老师喜庆的日子。我十分荣幸地接受了杜鹃老师的邀请，前来参加他的画册签名售书仪式。我的心情与各位参加者一样，为杜鹃老师的画册问世而感到高兴。对于杜鹃老师来说，这可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件盛事，把自己生平创作的建立老书画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欣赏和检验，同时呢也是对自己一种鞭策，以至于今后继续提高画艺。尤其重要的意义，为此仅向杜鹃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那么我与杜鹃老师认识了已经大概有五年了，时间不是很长。想当初我为上海同乡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现场演讲时的介绍到一位精明画家古贤的画作时，杜鹃老师突然打断我的话，把手机内所画的临摹的古贤风格的画让我看了。我一看立即觉得他画的绘画的技术很好，能借助这位画家的绘画也是不多的。记得在旁的三位画家郝峰兄，郝峰也在，郝峰兄，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的书画三水呢，我就可以介绍你们认识，那么以后呢你们可以一起交流学习，从此以后呢我们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杜鹃老师呢在平时为人慈善仗义，性格呢有男子大大咧咧的，特别是对社区的活动给予大力无私的支持。他曾私自组建一个舞蹈团，如排练、演出和场所的费用，以及演出的剧组和道具等等，都是他慷慨解囊组建。还有每次社区重要的活动时呢，他总是率先捐资捐款。
记得数年前上海同乡会举办周年点庆时，他一个人的包了三桌宴席，对于我中入社区的我，为他这种举措呢感到十分惊讶。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大气的女汉子，虽说他不算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他对社区建设贡献这种精神呢，应该引起许多企业家所深思。我刚才先入为主的观察的这种画册，里面确实有不少佳作，风格多样，是杜鹃老师长期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晶，值得我们购买欣赏的收藏。但若干年以后呢，再重新翻阅这本册子呢，就是回忆到当时的一种情景，所以这就是拿来做收藏的意义。杜鹃老师对绘画艺术非常执着，是又见涉及艺术，拜上海名家吴正老先生为师，学习山水，常年累月在古代绘画的艺术鉴定里辛勤耕耘。他对绘画很有天赋和悟性，稍微一见便逐步转化成自己的风格，在他画中流露出一种诗意的韵味，而他的运笔呢，爽朗愉快，诗词艳丽而不媚，很有气势。也有一言望去，就是所谓的女人画，丝毫不含规格式，在这点上呢，是古今女性画家很少见的。他除了山水画，他除了人物画不会画之余，其他各类画他都有建设。宫廷花园画是他保留的作品，很少面世。插一句，上次呢，我在他家看到一张这个紫色的牡丹花，我说画得非常好。那杜鹃老师说：“你好，我就送给你。”那我说：“我不敢，一定送给你，而且又装了金花。”从上海带到，这次从上海带到纽约，所以我非常感谢。没有送给懂的人，送给值得的人，这是一很开心的事。但是他这个花园画呢，很少见是，他用的现成的柔镜花材，先取了宋的县里的仲裁款，三班九彩，形式之中，他画的各种禽鸟生动自然，栩栩如生。在接受宋人的画法上再现自己的心情，他的书法也很独到，所书的行草书极其奔放，转换自如，这在纽约地区女画家中比较罕见的。那么近来以来，他参加了上海的名画社，与同道们一起出去外面写生，相互学习指导，曾在许多重要的展览中的作品赢得了行家们的赞赏，也取得了一定的声望，但他呢不声张宣传自己，保持低调行事。我最终希望杜老师在今后的绘画艺术发展上加倍努力，更上一层楼，以更高的艺术成果来展现一次。近年来，杜鹃老师的家庭生活呢，给他带来了十分繁重。一是他要培养教育两个双胞胎的外孙女。第二要照顾身患重病的先生，非常劳累。纽约和国内成了他经常奔波的人，暂时没有时间兼顾病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在有空时间偶然设计念前为乐。最后呢，我代表大家希望杜鹃老师注意身体健康。孙辈出壮成长，先生早年看过，做这一次。签名书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这位老师，谢谢这位老师。这位老师真的是一个资深，他在上海市博物馆工作的，他真的成绩，他很厉害。他即将出版这一本书，可能一般老百姓是不能懂，但他翻译了好多，都是从古到今。看我们去看广告，我们会看不懂。但他会很深刻的给你讲解，他对古人的话聊，真的，我们有时候，你说这么多年话，还是有时候对古话读不懂。他会和古人对话，这是我们这位老师最大的亮点。他10月12号，一个第一宝剑。
希望大家去聆听他的讲座，他的墨水很厉害，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资深了不起的人。再次感谢这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啊，然后各方面这样还谈的啊，现在啊，他就他去啊，我插一句啊，下个礼拜这就是10月12号，我呢在法兰克福沙龙会议室，有一个讲座，讲座的内容呢就是针对大都会的优秀的产品呢进行讲解，那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来跟我们讲解。对，那位老师有一个讲座相当好，你们有时间去听，是第一保健，那个戴馆长。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can I say speak something? OK, 我就说几句话。首先我想说的，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杜鹃老师的这个书画发布会。第二，我想说的是，我跟杜鹃老师认识这么多年啊，我说几个特点。第一，大家发现没有，他这个人非常爽朗，大方爽朗，上海人叫不拉顺钱，跟着什么板一定怎么板一个，对吧？对，上海人听得懂。是，所以说呢，他这个人啊，我今天来大吃一惊，哇，这么多人高朋满座，说明他人缘非常好，是吧？第二，我想说的是，杜鹃老师啊，他多才多艺，他其实画画不是他的本行。中国改革开放和大浪一起啊，他就靠自己的努力啊，赚了一笔土金，然后就可以有心学画，所以呢，因为多才多艺的关系，他画的也画得非常好，所以呢，一下也出了名。到了美国以后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听说，对吧？一个是画画，一个是我们同乡会的，所以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同乡会有什么活动啊？他总归会帮助。在就是说经济上啊或者物理上都好表示支持，所以对我们上海同乡会呢也很大的帮助。第三，其实啊，我们去年回上海以后，他是非常慷慨大方，不光呢我们联系了上海的侨联社，然后他来资助啊，就是他出了很多的钱把我们就组织到太仓，让我们就玩。我相信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参加今天他的画册发布会，谢谢。哎呀，谢谢戴馆长。没有啊，就是去上海，我作为一次弟子之一嘛，请大家玩一下，喝一下，开心嘛。哎呀，这开心就好。以后你们这里在座的，只要到上海找我杜老师，我绝对奉陪，带你们吃饭，带你们玩。我的好姐妹彩虹，那个青青，她来了好多朋友，小王，你朋友还到了吗？刘威，那个我说那个，他跟我讲，然后谢谢你们来，然后你们还有好多姐妹，他们都没到，然后我们接下来叫我们水敏孵化院的院长 Peter 给我们讲两句话。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呢能够带着这么多老师呢过来参加我们书画院的荣誉院长、艺术顾问杜鹃老师的画册签售会。我们书画院水岭画院呢在杜鹃已经成立9年了，然后来法拉盛这边刚刚开1年，希望大家。带小朋友们过来参观观摩和试课，周六周日呢，我们都有免费试课啊，欢迎大家。然后有好多朋友没到，还有那个就是在黄浦区甜蜜家园，他们要来20多个人，然后我叫他们晚一点来，我知道这个地方不够在做人，然后我们要么先开始。
谢可以了。你看，哦，哎呀，那个害怕，害怕，害怕。
非常非